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呃，跟大家再分享五月一号五一的黄金周，在国内所我们看到的百态，很难这种百态丛生的故事呢，它的背景其实都有着具体的故事，但是整体的背景有着一个整体的国民，如果你把它叫国民的话，呃，整体民族的素养背景跟生命本身的素质。 啊，生命本身的素质，呃，挺令人，我个人觉得挺令人感触的。呃，在这个应该是在在云南啊，是在是在南京，五月一号一个视频，呃，有一个是大概汽车展卖汽车的，有个人拍一视频，结果拍是肯定照相拍视频了，那个也我我在国外看车展没看见过车模，女孩子站在车哪儿啊。 那个那国内好像都是有这个，所以有一个有一个车模呢，就车模嘛，反正就是那样的打扮。那结果一个人去给她拍照，结果这女孩子就说话了，说你瞎照什么呀？那拍照的是是把手机放下头，从下往上照。朋友们明白了，然后那女孩也蛮厉害的，说你瞎拍什么呀？回家拍你妈去，你妈生的你，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如果你妈让你拍，你就过来拍我。呃，扫不打眼。有那个转推的这个这个人呢，就是为女孩撑道了。那我个人感触呢，就这个伦，就是这种道德的沦丧，就整体的环境的沦丧。我刚才跟大家解释过，很少在海外，在海外这么多年看过很多车展，很少见着在中国大陆以这样的方式有着车模的故事。人说肯定有。 那这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否呃完全绝对化，对吧？而在在今天的中共国，这个东西给放在一起了，成为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这个东西。我说的奇怪就在这儿，令人也也奇怪也不奇怪，因为一切都是中共国话。那另外一个，我我忘了是不是给朋友讲过那故事？有有个朋友家里有钱，结果他大概人人家里就是有钱了。 然后这个，那他钱就放银放银行里，也没放家里，结果突然接了一个留言，呵呵是是他的银行打电话来的，所以说说说说某某先生，你你家那个钱，有有笔钱在在银行里，那你那钱有点问题，那钱有点问题，给那、哎、爷们儿，朋友吓懵了，头发都立起来，咵咵就打电话回去了，回去了，然后那银行大嘛。 然后他存的钱可能有一定有有点钱吧，有点数量吧，所以就那银行大里分成各个部门，一些投资的。现在银行都缺现金了，现在银行都缺现金，所以有另外的投资部门说说啊，是你是某某某啊，我是某某某这家银行的某某某某某某私人私人银行家或者什么负责投资的，我看到您那儿有一大笔钱放那儿哈、啊。 这哥们儿着急说说不对，你留言你跟我说这钱有问题啊？他说那钱没什么问题，钱呢就是你这么闲放着，我觉得就是问题。所以我跟你说钱有问题。我这朋友破口就大骂：“哎、啊、说：‘你说什么人呢？你是什么东西？”那个人讲北京话，北京人说说你搞清楚了哈，你不能这么说话的，在海外不能这么说话。然后那人答复说：“哎呀，咱们不都是中国人吗？” 中国人就有中国人的习惯，然后那个朋友就把哥们儿把那哥们儿给教训一套，说你记住，你来到了北美，是你抛弃了中国，抛弃了中共国，你来到了北美，希望你自己的孩子接受北美式的文化，而不是带着你现在所表达的中共国的那一份丑陋。 不是你要改变美国，而是你向往美国。当你来到美国，举家来到美国的时候，你不去遵从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你却把中共国所带来的一切人的卑鄙的一面、卑劣的一面、恐吓的一面、欺诈的一面，为了赢得你的客户跟你的利益，你又毫不知、毫不懂得廉耻，而你今天所作所为的一切。 正是你今天把自己的孩子带到海外，要抵制、摧毁和拒绝的一部分。你就是你孩子不能获得好的一个背景的祸根。哎、啊，朋友讲，朋友嘴也挺厉害的，啊，朋友嘴也挺厉害的。那爷们儿听半天，说了句谢谢，说说你想想，在这个社会中追求的是利益，在这个社会环境中。 追求的是一切，在中国的环境是是这样，所以你逃跑了，所以你就甭管是润了还是干了，你随便怎么样都可以，对不对？你抛弃的是那个氛围，但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氛围带到了这个环境中？自称自己是银行家、私人银行家，银行你个大头鬼呀、啊，哪有这么干的？你缺了八辈儿得了。哎，这我觉得这两个故事是很准确的。 它代表着本来互不相关的事情，代表这个社会环境中中共国人的这种沦，就是、说这种沦丧吧，就是、说，呃，很很悲剧。但是人之初性本善，是性本善的那一切，让几乎所有的中共国人，只要有机会都希望跑出来。他是拒绝那个环境啊，拒绝那个环境。呃，在我个人看来是这样。 跟大家分享几个推特上的故事，我们不用讲那么重的话题，呃，这个是蛮有趣的。那儿有钓鱼的，然后一个开车的过来，这个这哥们看去看钓鱼的，然后整个这这个台子呢就塌了。不，有些人不该上去，他一上去就全塌了，大家一起倒霉。是，这是指着习近平，很简单，指着习近平这样的方式，大家全倒霉，他要把整个中共国给毁了。 难道不是吗？我觉得是，我觉得蛮贴切的。呃，就说那那人骂他说就像猪一样，就是这个故事。这个是三十号发生在云南，这是个浮桥，这小伙子胖胖的去跑浮桥，结果后来就浮桥塌了，他就掉水里了，掉水里二十八岁，活生生的给淹死了。周围没有任何人去救他，管理的人也没有任何人去救他。 拍照的人持续在持续在拍照，那结果就以这样的方式，二十八岁的二十八二十八岁这个人，就这样的方式就死掉，啊死掉，啊这是一个最新的发生的，呃我没有应该有可能是在在北京或者南方，看样子是在南方，绿色桶是垃圾桶，这是从海外学过去，北美的一切垃圾桶就食品垃圾都是绿色桶。 呃，这个人在淘地沟油，啊，谁害谁？淘地沟油的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啊，社会最底层的人他要吃饭，去买地沟油的，那要比社会最底层要高不少，对不对？几个层面都会有他们，但他这就是真实的，所以这社会不是说有人说当官的是如何。 这个社会制度是如何？现在任何的方式都在推，都在促成着这个社会以这样正常的人害人的方式而出现，啊，呃，人人如此，人人在其中。呃，我其实我们看到的，其实我们看到的故事的本身呢，你就是一个整体的氛围跟环境，啊，整体的氛围跟环境，各行各业干什么都无所谓。 但是是以人为本的，以人为中心的，那人要坏了，一切就全完了。呃，这个是发生在二十九号，呃，二十九号在海南发生的沙尘暴。呃，人说这这个很难想象，在海南发生了沙沙尘暴，这是真的。这就是今天的社会，人当人全完的时候，你生活的环境自然就会被毁掉。 有人说是人毁掉，有人说是这个环境恶劣了。我觉得它是，我个人觉得它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呃，天地人是配在一起的，对吧？配在一起的，它是一个彼此对应、相互对称的。呃，用过通俗通俗的词儿呢，就是什么东西都得门当户对，呃，这是一个对等的故事了。呃，这是应该是在发生在大雁塔。 呃，西安的大雁塔去过两次，呃，他说在黄昏的时候，应该是五月一号，五月呃四月三十号，五月一号，他想表现的是一种人流了，我觉得是一种人流，对吧？那大雁塔这是一个封建的迷信的封建迷信的，呃，有着一种信仰的故事在其中的，又有着中国在历史当中三千多年当中最鼎盛的一种背景。 背景故事，鼎盛也好，信仰也好，宗教也好，传说也好，其实它都反映着人的生命的本质啊，而而里面的利益的成分呢，呃，却在现实的环境中展现出来，啊，人们留下真正读得懂的留下的是人的灵性的一面，而不是利益的一面，因为利益的一面在现实生活中全都完了，对吧？ 唐朝早就没了，对不对？无论它曾经多黄多辉煌，就没了。但是它曾经留下的故事，能够给人们留下的故事，有了它背景的故事。所以这是一个很很有趣，就是很令人感触的一个。呃，这是在大雁塔。那他说大雁塔什么叫叫什么不夜城？呃，蛮感触的，以以灯灯光的方式，以这种呃。 灯壁辉煌的流利的方式表现着金色的嘛，表现表现着一种盛世，而唐朝的盛世跟现在是对立的，啊，跟现在是对立的。大唐的盛世跟这个，呃，西天取经的概念是是等同在一起的，其实，其实是有着信仰等同在一起的。那今天呢，就成为了在盗用当时的那一份辉煌，去展现魔鬼统治的一切。 所以当初是佛的，那今天就是魔的。但你看到的是一份辉煌，令人令人难以感叹的一种一种故事。那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蛮特别，这在广这应该是在广州，它就是广州街啊，大概是。呃，那个女人看起来看起来，这个女人可能是跟妈妈一起来的，母女俩加三儿，男方叫插队。 然后呢？那小伙子带应该是带着女朋友吧，就跟他说说你们俩加三儿了。然后这位大姑娘是不是因为跟妈出来旅游，她看着这个小伙子边上有他女朋友，就把小伙子老一通骂了。啊，我姑奶奶就是加三儿的，我他妈就是来加三儿的，怎么着吧你？关你屁事儿！你一个男人，你敢碰我吗？要 <laughs> 你敢碰我，你耍流氓！哎。 其其实就就这么点故事，我我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你大家看起来都是一个个个体的，但你看到个体的人的沦丧，人的沦丧，啊，人没有灵性，便无神性，无神性便无人性，没有神性，人没有灵，没有这个人性，那表现出来的人性是一种利益上的窃取。 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利利益上的去窃取，所以这就是这个，这你你小伙子一句话都没说。按北京话说，大嘴巴抽他调戏妇女啊，你怎么也不能打女人呢，对不对？说涛哥你也得这么说，是啊，那故事是这样的，就这个社会暴虐到这份上，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呃。 这是有这我不知道是这是刚测，呃，人们被人们永恒记着，永恒记住这一瞬间。呃，这是中国那刚测过过过过之后这不好看对不对？屁股哇塞！那刚测过过之后大概一年多吧，我们看到了那一份辉煌，在在大雁塔的下面，在大雁塔城里面，在广州广州区域里面。 有多少人经历过这样的钢测？现在没有人再提了，对不对？所以人们这个社会是这么社会方式存在，人们以这样的方式不择手段的活着，不择手段的活着，不择手段的来获得自己的利益。呃，那是一，那真的那是一份荒谬了。呃，这是在这个淄博吃烧烤的，我想象不出来，在淄博吃烧烤的。 一个孩子，这看起来这个这个人，这个孩子跟这母亲在开车，是在车上。孩子问母亲说：“是不是还做核酸呢？核酸得刚测了，对不对？刚测才准，不是捅鼻子眼儿弄舌头，就是弄刚测。只有中共国才会有这样的辉煌啊，有这样的方式。按照很多人的说法，以这样的方式最有最有效的控制了疫情。” 至于说谁死了，人早晚都死，跟我关什么关我什么事儿，对不对？那我该吃该乐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这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呃，下面是法国在闹革命，我们我们不看法国，我们就先看中共国了。呃，这是二十三号，呃，武警跟警察下到田间，铲除所有。 你种的菜也好，老玉米也好，种什么都成。那党下达了命令，要种粮食，所以就要把你的菜都得铲除掉。啊，这是这是真真切切发生的。那至于说各地有，这是防暴警察来了，各地有多少，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那是另外一回事。反正中南海下达了命令，对吧？呃，我们跟大家解释过，你看不到任何人的反抗。 你看不到任何人的反抗。那中共国养的这些男人，就是呃，男人连狗都不如。中共国养这些男人连狗都不如，狗是咬外人的，啊，咬外边的，是是看家护院的。但但从这个角度上说，其实也对，对吧？这是不知道是在哪家开的商铺，商铺的门口呢？ 说第一支部，呃呃，叫第一党支部、第二党支部、第三党支部、第四党支部，呃，这个社区党支部、那个社区党支部、组织党支部，永远都有党支部，就是党支部下到社区，甲党支部下到路边，这这是不仅是疯狂，对不对？这是这是神经病。那习近平的爹，甭管怎么死的。 那无字碑还在那儿放着呢。那习近平一家遭到了党支部的迫害，就是这样的模式把他们家迫害了。那今天他左思右想，他找不着第二个可以代替共产党的东西来维护他的统治。其实，在他身上你就知道共产党是魔鬼了。他死了他姐姐，他害了他全家，害了他自己，什么都害了。害完之后，他用这样的东西。 去统治这个社会，原因就是他深恶痛绝的知道，只有这个社会，只有共产党才能对付今天的中共国民。你可以把它叫做恶性循环，你怎么我觉得怎么称呼都可以。但是呢，这就是人们背离神性之后，没有人性之后的自然表达，啊，很自然的一种表达，呃。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在山东，山东的这个人穿了个道袍，就是就是那个小小老道在淄博吃烧烤的，结果呢，他穿个道袍，不知道是给人算命是干嘛。结果警察不干了，警察说他穿的是和服，说我穿的是道袍，啊我才不管你呢，你穿了奇装异服，你必须把它脱了，要不然不让你进去吃烧烤去。 里头烤驴肉的，你不知道，不让你吃，这就这就辩称起来了。人说，我穿的是道袍，我才不管你道袍呢，我认为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你穿的是日本的和服，呃，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了。呃，这些呃，我以为这些东西就是笑话了。那这个是更有趣的，这在云南发生的一个，它叫抹黑，它它叫抹黑节。 呃、哦，我没听说过，在怎么怎么有这东西叫抹黑节？抹黑节，结果人们因为他有音乐嘛，人们就把警察都给抹黑了，全是一群黑警了，所以出现在抹黑节，这是过节啊，这是过节。呃，人们以自己的以各种方式去表现自己内在的一种想法呃，五月一号啊，五月一号，呃，这个是蛮有趣的是在湖北，呃，不知道为什么。 呃，要求所有的绿色的垃圾桶都要染成黑色，可能因为绿色垃圾桶在北美都绿色垃圾桶都是这个都是这个，呃，这么分类的食品垃圾嘛。我们刚才看地沟油，那就是食品垃圾。那染成黑色的话，大概是崇洋媚外吧？就是绿色垃圾桶有着崇洋媚外之嫌吧？可能某位领导有了这种文化，知道。 呃，知道这个，知道这个绿色垃圾桶是从海外学去的，所以要拒绝海外的一切。呃，这个东西不仅我，我以为这个东西不仅是疯了，应该啊，这是发生在民间的。这在海南，呃，河南，河南一个高空驾车上，呃，大家打起来了。河南新乡，大家打起来了。 呃，这是方斌，啊，那方斌呢？他简单的故事说，他已经被放出来了，呃，结果武汉的警察把他押解到北京，北京的儿子请他吃饭，他家在北京，但是他的买卖在这个武汉，所以他家在北京，儿子请他吃饭了，但据说没敢留他，没敢留他，又让又让他回到武汉了。 他回到武汉，武汉那边有姐姐有，有有自己的生意，他去自己的生意了，自己的生意全都没空了，什么都没有了。那姐姐也不敢留他。然后据说他昨天流列流落街头，五月一号晚上在外面，据说是这样，不许拍照，不许媒体采访，什么都不许。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触的故事，对吧？那他的感触就在于呢，在疫情期间。 他揭示真相，那么多人都关注。在五月一号劳动节这天，他出来，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姐姐不敢收留他。那不敢收留的故事，就像当年习近平在少管所跑回家，他妈给他送回去是一样的。啊，这是我们经历这个时代，时代是一个是一个是就是时间是最真实的，在告诫着人们的一切。呃。 这个女人在挑老玉米，啊，这个女人在挑老玉米，然后她把每一个老玉米都 k k 个豆呢，自己吃一把，她很有耐心，大概把所有老玉米都都 k 过。我跟大家解释过，在海外，对吧？我看到很多，就像女人去挑瓜，她不会挑，她把所有瓜都摸一遍，对吧？所有瓜，如果她老公是图瓢的话，就每个瓜都摸一遍。然后说涛哥说话难听。 你觉得我说话难听？你觉得这个动作如何？这样的事情，只要有中共国人存在，就会有发生，在任何的店铺，在任何的环境中都有。呃，我亲眼看过，看到过，对吧？那在海外卖鸡卖鸡蛋，有大、中鸡蛋、小鸡蛋、特大鸡蛋、小鸡蛋、中鸡蛋。妈妈教女儿小鸡蛋。 把那个大号鸡蛋跟小蛋给它换了，眼睁睁就这么看，很很有趣的啊！买橘子，那橘子都是一箱一箱的，把那箱打开，都给他换了。为什么不换呢？我交的是一样的钱，对不对？这里是自由的社会，你奔来到一个自由的社会，来到一个守规矩的社会。 是因为你憎恶你所在的中共国，因为是人人害人，结果个个都来到这个社会去摧毁整个这个国家的一切。欧洲就以这样的方式基本在沦陷，那没有什么的，这个就是人的道德的沦丧。我跟大家解释过，没有神性就没有人性，你觉得他有人性吗？ 你觉得它有人性吗？你不用讲什么传染病，我觉得那都很漏，很科学，很漏。它的行为的本身呵是动物，有人说叫高级动物，因为单纯说动物的话是对动物的侮辱。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